你买这什么呀？花啊！我让你来道歉，你买个黄菊花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这去花店买花，就这束花比较新鲜，所以我就买这束了。不是你说让我们大有诚意的吗？你看我们这又是买了果篮，又是买了花的。 上错车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你是哪位？我你都不认识了？小姐，你上错车了，请你下车。唐文轩先生是吧？是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 他是谁？他说他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我下车给你拿啊。哎！哎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给我把门打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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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拜拜！回来！回来！ 换乘演习，准备就绪，请指示。演习现在开始。收到，收到，综控室已经就位。好，大家一起加个油吧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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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发。哎，怎么？你看到唐文轩了吗？ 没有啊，对，他怎么还没有到？他不应该迟到啊！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的，给他留条微信吧，我们在站台上等他。 这挺好的，这挺像样的。还买了一束花。李思璇，嗯，你买这什么呀？花啊！我让你来道歉，你买个黄菊花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这去花店买花，就这束花比较新鲜，所以我就买这束了。
不是你说让我们带有诚意的吗？你看我们这又是买了果篮，又是买了花的，还不够诚意啊？李思成，你故意的吧你？啊？什么故意的？你知不知道黄菊花送什么人呢？什么人？送死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天地良心，我之前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呀，这，那怎么办呀？这花买都买了，那没事儿。也许唐文轩也不知道。服了，走啊。他应该会喜欢的。没事儿，买都买了。你俩待会儿态度好点，要诚恳，道歉就有个道歉的样子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要诚恳，要认真。不是丁小雨，我们这是为你好，你不知道啊？还因为你差点心脏病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你别说了，行不行？那不是小吕姐吗？小李姐在这儿也很正常，他们原来就是一家人。走吧。那走吗？回去吧。啊？回去啊？丁小雨，丁小雨，想什么呢？不说话呀？我不想说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刚看见小黎和唐文轩参加一起，小两口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不该听你话。我的意思是，人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，而是怎么将坏牌打好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手里是什么牌，更不知道该怎么打。上海的选秀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尽力吧。莫愁天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说这个别担心遇不到知己，这次选秀比赛一定能遇到一个慧眼识珠的人，要对自己有信心啊。哎，你说说看，你这么优秀啊，什么样的人能配上你啊？
你喜欢什么样的？理想型什么样？风格就挺踏实的呀。啊，对对对，风格是挺踏实的。朱哲，天路来了，谢谢哥哥。来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坐啊！我过两天就要去上海参加选秀比赛了。好事儿啊！所以今天晚上在一个酒吧有个预热赛，想请你们都来听我唱歌呢。放心，我一定来。对了，那个我要不要我把峰哥也带来？我都跟他说了呀，他肯定得来啊。是吗？小子竟然提前知道了。那我把今天晚上地址发给你们啊。啊，行，发给我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去。那个，我们这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进来个苍蝇，特讨厌。你们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那没事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那我们晚上见，好吧？好，晚上见。好，慢走啊。谢谢，我走了啊。你这就走了？慢走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跟你那个就帮你问了一下，他喜欢什么型的？他说是踏实型的，风格那样的。你再不下去就晚了，赶紧的你。天路，我送送你。哪儿的事儿啊？我比风格踏实。照理说他不会迟到。我联系联系。行。